突然发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凯恩的 Instagram 的 Story 一直在学我。你在学我，学我 Story 来。你要学第九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凯恒。Hello， 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管弟是不是很像变好了一点呢？如果你们都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话，你们应该知道我已经买了一个新相机啊。Oh my god， 我今天晚上就跟这个相机一起睡觉了喽。今天有考试，所以我要读书。哎呀，可是我跟我的相机一起读书，所以现在我可以拍更多更好关于电影影片给你们看了。OK， 今天呢，我就是要拍一个挑战影片。最近很多 YouTube 都在拍24小时挑战影片，可是这次我就是要拍24小时挑战影片，我要拍12小时挑战影片。我就是要在12小时里面模仿 Bryson 的快拍，就是一直抄他的快拍。他吃大便我就吃大便，他脱衣服我就脱衣服。总之他做梦我就做梦。我很好奇，如果我一直模仿他的快拍的话，他会怎样啊？他会生气还是会怎样？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Jack Paul 的影片，他抄他的女朋友的 Instagram 照片啊。可是我又觉得 copy 人家的照片很像有一点不够精彩啊。所以今天我就是要模仿 Bryson 刘凯翔的快拍。Yeah， 这相机真的是很重哦。我看我拍完这个影片，我的手会变大只一点啊。废话，唔好再讲咗啦！我们现在就快点开始我们的挑战，挑战！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他放他的快拍啊！我们来看这个影片。有 story 啊，有 story 啊，我很紧张啊，到底他第一个 story 会给我什么 story？ 1、2、3，先给你们看一点点先，哇，快点，我很紧张，他放他的影片。叫我放我的影片哦。如果各种昆虫都是人，如果你们还没有看的话，就快点去看。我现在很紧张，我不能这么，我会这样紧张。OK， 来，开始，我们的挑战立刻开始。我忘记他刚刚是怎样了，先给你们看一点点先。OK， 我会了，先给你们看一点先。OK。先给你们看一点点先。OK， 我觉得这个不错。OK， 他这边有放一个 hot dog 的 GIF， 我要放一个 hot dog。哦，这个 hot dog。OK， 然后他这边有写故意给你们看一点点，所以我就跟着他写故意给你们看一点点笑的 emoji， 就这个6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OK， 现在我已经完成我的第一个那个快拍了。先给你们看一点点先。然后失控了。先给你们看一点点先。Bryson 刚刚又出了一个新的快拍。他这个歌我都不会弹，所以我觉得我想到一个方法了，就是我直接从我电脑这边开出他的那个快拍，然后放声音大大声，我就假装我在那边弹着钢琴，然后就会很像我在那边弹钢琴哦。第二个快拍，开始，1、2、3。我们的第二个快拍成功。
OK， 现在 Bryson 又出了他的第三个快拍，希望是很简单的快拍。一、二、三。到底那个是什么嘞？这样子要我怎样拍嘞？他那个手。Oh my god！ 我没有那个手哎，怎么办？只可以切断我的手吧？没办法，一定要切断我的手啊！哎，等一下。Bryson send 我一个 message， 我 never copy already。 他问我中文，我没有 copy 啊。给我想一下要怎样拍这个快拍。好吧，再来一下吧。我现在要拍这个快拍。好，然后我要借你的手，我画那个血在你的手那边，你就戴这个蓝色的手表就好，对啊。OK， 来。OK， 这样子完成，然后戴这个手表。OK， 这个就是那个假手，然后我等下会一直牵着你的手放在桌子，然后我就这样子。OK， 第三个快拍。OK 啊。OK， 一二三。那个老板你可以走。OK。OK， 第三个快拍完成。我觉得我这个挑战做到蛮成功一下的。哦，有收益了哦。我突然发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凯恒的 Instagram 的 Story 一直在学我。OK， 现在凯翔的这个最新的 story 是在一个 car park 那边录的，所以现在我就是要去我家里最附近的一个 car park， 这样子拍一模一样的喽。走，来我驾车走，走吧，上车上车，下来啦，Let's go！ 哇，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 car park 里面。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我家里最附近的一个停车场，然后我发现到一个东西，过过来。发现那个东西就是啊，这辆车，是Bryson的车来的，他跟我来的地方是一样的地方来的。我这个快拍嘞，就从这边跑过来这边，然后进去那个 lift。我突然间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，Bryson 的 Instagram 快拍一直在。lift 没有开，我突然间发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 Bryson 的 Instagram 快拍一直在跟着我。OK， 可以啊，这个肯定可以啊。OK， 这个已经写好了，所以我可以直接放去 story 啊。我突然间发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凯恒的 Instagram 的 story 一直在学我。我突然间发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 Bryson 的 Instagram 快拍一直在跟着我。现在他好像又有一个新的 story 啊。学我啊，凯恩。他就在上面吧。走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 Old Town 这边，那我已经知道 Bryson 是在里面了，我们现在就进去找他。普通的拿气人嘛，这个拿气人嘛 ，OK， 吃完是整个辣椒，够。学我啊，白生。我吃过这个辣椒，真的是很好吃哦。啊，很辣。真的很辣，这个辣椒吗？没有辣椒了。啊，啊。
山这边拍了。在马路啊。OK， 我们看一下那个快板是怎样的、啊。学我啊，凯恩。凯恩是笨蛋，凯恩是笨蛋。凯恩是绝大的笨蛋。Yeah， 学我 ，Yeah， 嗯嗯。OK， 他在那边跳了。李诞，喂喂喂，李诞。